天哪，一定要15秒吗？我现在我有点没办法克服我心理障碍啊！我没啥鼻涕，因为我回家才洗过鼻孔，好像有一点。好，让感觉鼻涕快出来的感觉。哦，我等一下就会大打喷嚏。有黏黏的是我的鼻涕吗？那都有说明你都超过时间了。有啊，有了吧，15秒了吧？哎，我到底有没有用到？我好喜欢在哈到棉花棒上面嘞！哎，帮我计时1分钟。啊，好痒哦！有顶到东西的感觉吗？嗯，可以再一次吧。忍不了啊！怎么这么想？痒痒啊，很痒啊！我忍不了，我直接想下去。我流眼泪了，我流眼泪了，可以了吧？我都哭。轻微，就是有觉得好像不太能再进去了。我的手在发抖，真的啦，大鼻塞啦。哦，我这样不准，真假的啦。没办法啊，不准就再买一包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因为我已经插到这个萃取的汁液里面。哦，我鼻孔真的太痒了，我觉得我插了鼻孔插了4次哎、欸，我插了4次哎、欸，做错了，一点应该不会这样吧，再一点点好了，鼻孔撑的。计时15分钟，那个15分钟多少？29分叫我，10:29叫我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手那么抖啊，那我现在这个先摆旁边。唉，好啊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是到鼻孔里就是很痒，还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插人进去？我是不是应该要插更进去一点？怎么办？那我会不会要再用一次？哎，那好险我不是工作前一天用，如果我前一天用然后失败，我就来不及了。我现在还有个2天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是还有机会，就是可以再买一包自己塞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刚大哈欠完，刚大哈欠。哭，这样讲有点害羞，但就是，哦，我的鼻涕还在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镜子里的自己 murmur 过，或者是对骂镜子里的自己，或者是对着镜子里面的你的那个你们在哭。我就突然想到，我之前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心情不好到。我对着镜子里面的我然后哭，然后就觉得